这个也特别简单，特别简单啊，特别简单。就是他们总糟践我说："杨龙，你那个手，我看你这么多年，这个手没离开过第一把位。什么叫第一把位呢？朋友们，就是这叫一品、二品、三品、四品、五品，以此类推啊。我在哪儿呢？我在最后面，没品。哈哈，对，一般吉他手都在这儿嘛，尤其那主吉他，这一通热，对吧？他说："你这梁龙，这手这么多年，20年了，我发现总在这一个位置待着。"我说："废什么话？"能把一个位置玩一辈子，那不是很经典的一个人吗？是不是啊？好，这个嫂子颂，好吧，那就来一个民谣版的，也不是民谣，就是谣唱版的嫂子颂啊。行了，该撒尿撒尿去啊，该拉屎拉屎去，该喝水喝水去啊，该人了。太阳，我们好大声张。